和蔡英文一样，宋楚瑜今天也抢攻中台湾，他到苗栗跟乡亲座谈，他左批马英九花大钱办事大运，右批蔡英文连故乡屏东没有自来水都不清楚。不过谈到林瑞雄辩论的表现怎么样，宋楚瑜称赞有加。宋楚瑜到苗栗的永贞宫参拜，受到民众热烈欢迎。前苗栗县长傅学鹏也出面迎接。面对苗栗的客家乡亲，宋楚瑜炮口对准了自封客家妹的蔡英文。骂完蔡英文，宋楚瑜反过来批马英九花大钱不手软。要办一个叫做世界大学运动会，政府要出300多亿，但是台湾的乡下却有很多的小朋友挨饿没有饭吃，贫富的差距披麻打菜，宋楚瑜火力全开，但对于副手林瑞雄辩论表现得如何，他则赞誉有加。有了真诚的副手辅佐，宋楚瑜勤跑苗栗，蓝军大票仓，开拓更多的泛蓝选票。澳日陈建豪、朱少龙，苗栗报道。